一起订更省，单单返现金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去哪儿了？这外面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不是对着粉婶吗？费老劲了，走了800个点，你找到这个粉婶的钥匙，你赶紧试试。哎呀，我就问，哎呀。我跟你说，等咱们这事儿成了之后，我就给你盖个大别墅，全给你整成粉色的。我问你呢，外边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刘建刚让人给收拾了。不是严红桥，你到底干什么了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杨丽佳来家里借钱吗？我就寻思着吧，这就是肉包子打狗。可是后来我又细心思一遍，这个事儿分怎么看？你想想啊，杨丽佳要用钱给他家孩子治病，咱要是直接把钱借给他，他是不是得欠咱好大一个人情？这个世界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债，我给他这个机会还债，他是不是还得感谢我？李红桥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教唆杀人是犯法的？Thank you.
说，啥也别说了。这事儿，实话对不起，我师父。现在一命抵一命，不够的，我下辈子还。别他妈给我这胡咧咧！我告诉你，赶紧跟我回去，听见吗？走。这咋整啊？干啥呢？赶紧回去找人狼啊！文队，你咋来了？杨四那边啥情况？周琦去追王山那条线了，廖元从省医院赶回来就去支援他了，我就过来了。杨四自从昨天晚上跟他说杨雪松杀了警察之后，不吃不喝不说话了。放心吧，有人在那儿盯着呢。发现了个空的牛奶袋。这20号到25号隔着4-5天呢，不能证明这东西就跟杨四这事有关系吧？这是生产日期，到上市日期还得1-2天呢。能看出来待了多久吗？也就3-5天吧。要是在场的话，周围的灰尘痕迹不该这么重，而且会被开门关门带起的风给吹散了。关二爷，以前我拜你是为了我自己，现在我拜你是为了能保佑我爸长命百岁。附近有监控设备吗？村口本来有一个，因为拆迁早就断电了。周琦给老袁核查的那份血检报告出来了没有？我出来前问过老袁了，他说 DNA 慢，咋也得24小时才能出来。咋的了？搁老头包子铺撞见王平了，聊了几句，摸了一下他的底。我觉着杨四父子这事儿
早上了，钱呢？放心吧，房子杀猪了。开门。好像没人，上楼上看吧。人不在，电表也走啊！这传速不对，漏飞快的。开门！我知道有人啊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哎呀哎呀！你干嘛干嘛呀？哎，你是谁呀？你咋在亮子家呢？这洗手间里叮叮咣咣的，这是干啥呢？你自己住啊，大爷。我自己住啊。那敲半天门咋不开呢？上厕所呢，刚整一半啊，就你们敲着敲着敲着的。那你整不整一半的？你答应一声啊。那我也不答不答应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干啥的呀。哦，我们是居委会。啊，对，我们那个居委会想跟您了解点情况。您看看这两个人这几天有没有见过？让我瞅瞅。仔细瞅一下子。没见过，那行，不好意思，大爷，那您继续吧。哎呀，哎呀，那我们太粗鲁了，给您关门了啊，请慢走。哎，好，辛苦了。你看吧，大爷一下，整一半。你说我呢？你咋把枪掏出来了呢？你这又电表又砸门，那我不掏枪？那我不得有一份光干净的机密吗？行了吧，你再跟你这么查下去的话，我一天得掏十次枪，那警觉性有点过了，是不是？瞧人家威风。我威不威风，比你强点儿行。姨，我是亮表妹。哦，俺哥那个过年说回家嘛，提前叫我来收拾收拾。
我刚才搁那儿码那个暖气片来着。啊，这样啊？那你先忙着。哎，给。哎，不，给你走。不用不用，别客气别客气。哎、老包逮了啊，你逮吧。中午上哪儿吃饭呢？没地儿吃饭，要不上俺家去？我蒸的肉包子，炸的鸡蛋酱。哎呀妈呀，你太客气了。姨，我今天呢，先把屋里这摊儿啊，我给收拾完。行。哎，完等晚上啊。晚上你上我这来溜达呗，姨。行啊，没问题。哎好啊、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慢走，姨。哎、忙着忙着、嗯。原法说 DNA 慢，先对了下血型，杨四儿是 B 型，孙蓉蓉是 B 型，杨雪松是 B 型，在文武庙发现的血迹也是 B 型。关队，杨雪松是22号煤的消息，这几天交通系统内外都确认过了，根本没有杨雪松出城的踪迹。杨雪松只要没离开蓝河，咱们之前投入那么多警力，地毯式的搜索就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除非这个人没了。所以眼下咱们的方向就是这几条路：掩埋、焚烧、碎尸、投河。常见的毁尸灭迹的方式也就你写的这几种了。那咱现在展开查呀？展开呢，时间不够。首先咱们排除掩埋。眼下马上就要见腊月了，冻土层超过2米往上，你要靠人力挖个埋人的坑，那几乎是不可能。要是用钩机呢？用钩机去抛尸，你是生怕别人发现不了是吗？啊？那天寒地冻的，挖坑太费事儿。管队，您刚才提到城东村那边有很多房子没拆呢，而且该北头也有很多废弃厂房。嗯，那边是废弃了，但是人来人往的。拆迁的那边的人倒是少，但是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冻土的问题解决不了。我刚从文武庙那边过来，跟永兴那边联系了一下，近期没有发现不明尸源。那焚烧呢？也不行，除了火葬场，自个儿是烧不干净的。除非碎尸以后再烧。对，彻底消失的话，只能是碎尸。这么狠吗？只要是碎尸，不管它烧不烧，指定得用水。我已经问过自来水公司了。别说这一周了，就是这一个月，都没有哪家的用水量超标。那还唠啥了？就剩河里了。嗯呐。
晚上没精神，状态差，用汇仁肾宝片。汇仁肾宝片邀您精彩继续。齐县长一直在等你。我今天早上见到关羽了，不用担心，不是什么正式的见面，但是就他的意思，该知道的他也都知道了。你确定他不是故意过去跟你见面的？故意的又能怎么样呢？齐县长怎么说？虹桥集团的案子必须要在新区建设之前结案。地皮呢？还得按规章走，毕竟是车险化区的大小，新区建设不能有污点。虚报用地这条路走窄了，新区新气象一切按规定来吧。那我没得盈利啊。有了地还怕没钱呢？杆扎稳了比赚钱重要。你今天不太对啊，你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，放心吧。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。还有，王根要尽快啊，不管死活。我的老王根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没人。正常，我在好好。哎，你好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儿？警察，问你点事儿啊。啊。你是就住这儿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四单元502，给亮亮家当保姆呢。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想问你一下，你最近有见着或者听着啥不对劲的事儿吗？不对劲的事儿？嗯，好像还真没有啊。没有是吧？出事儿了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你回去要是再想起来啥，就打电话报警啊，或者联系你们这片的居委会。哦、啊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行，行。嗯，那辛苦哈、啊，警察同志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那我走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好好。哎走吧，还好多家呢。一个保姆穿貂，妥正常。我跟你说，
我给舅妈穷得叮当响，就那戒线都得穿貂。大了。啥玩意儿大了？貂大了。梦呀！人呢？哪儿的？没找着啊。那个啥，说是哪儿三元五零二是吧？好像是，叫上居委会的人一起过去吧。你快，还得往前走走。那天都二半夜了，你要今儿个看大姚母，就在前面那杆。江师傅，嗯，您是咱蓝河唯一一名水下救援队员，河里啥样你最清楚。现在是冬天，除去这个冰层的厚度不算，这下边还得有多深呢？啥救援队啊，就是一个下河摸尸的。哎，我估摸着这最深的地儿也就是个4公里吧。关队，你是怀疑老赵掉河前看见的那个东西是杨雪松？对，根据咱们了解的情况，王山多次在这个河沿附近出现，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而且一听说大老赵在蓝河看见了小鬼儿，这家伙天天去盯着大老赵。可不咋的，来了往这边走，在这儿呢。啊，那小子我瞅着多多少少沾点变态。现在就是怕飘太远，一下子干到松江里头了。我觉着不可能。如果是穿着棉袄下去的，你沾上水比石头都沉。而且现在是冬天，水流缓，水位低，飘不远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在这汇入大江前。要经过台屯、乐业、利民、水师和腰铺这五个县相间，真要是卡住东西的话，那应该是在这三个水窝子。那你觉着最有可能卡在哪儿？那得挨个试了。怎么的呢？亮子他们一家常年在南方做生意，往年呢都是元旦前回来。按说这两天该到家了，要不然过两天再来。啊，那啥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要不咱俩上楼道上瞅瞅去？对，那我俩自己上去瞅一眼，就不麻烦您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客气，有事说话哈。谢谢你。走。亮子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慢点，我这是手拎不住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家有什么好查的呀？嗯，简单了解一下情况。哎，老公，开门。这。妈妈，怎么了？带孩子去，带孩子出去，带孩子出去，快！打电话。没事啊，宝贝儿，别怕。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哎，啊，锅炉厂家属楼小区，4单元502发生命案，赶紧派人过来。儿子别怕啊，警察叔叔阿姨都在呢。嗯，啊，对，媳妇没事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楼道里乱糟糟的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
哟，亮子回来了。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刚回来。咋没回屋呢？这家里出啥事儿了？堂姐，我们家死人了。死人？刚才我还看你妹在屋呢。我妹儿。姐，你唠啥呢？我根本就没啥妹妹啊。那她是谁？还让我上你家溜达呢？阿姨，让您溜达那人长啥样啊？哎呀，那人长得挺瘦的，小脸不大，黑乎乎的。名字都给你了，这是我的，我都用。我一个人待啊。少少那个脑子啊！那就剩下张家庄附近这一个鼠窝子。嗯。这搞到这没有的话，那就不在蓝河了。喂。我知道了，你抓紧时间把嫌疑人的画像拼出来，我和长庆一会儿就到。嗯，咋的了，关队？王山死了。啊？可他那儿也没发现杨雪松的手机。哎，你说这，那线索不全断了吗？哎，现在我们就剩下眼前这条路了。在这边出任务，你给队长问问啥情况。喂喂，这里是蓝河刑警队，我是刑警许长庆，有兄弟来蓝河出任务吗？请回答。天空派出所，许长山。三根手指骨折，头部有一处轻微撞击外伤。未出血，不确定是否为致命伤。哎呀，死前没少遭罪啊！初步检验，致命伤为锐器割开颈部大动脉及气管造成的大出血。目测出血量得有3000毫升，伤口长度为8.5厘米，深度1.5。没怎么的，深度1.5厘米，伤口的倾斜度不到42度，就写42吧。好，回家，怎么来着？对呀。
这人你认不认识？我认识啊，这是我表弟。你表弟现在能找着吗？我之前打电话打不通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找到他。小心啊，滑啊！老关，你看啊，就那旮旯，昨儿下着黑，有人凿平窟窿打鱼啊，那么大一窟窿啊，天亮也没冻上，就跟前那屯子里的俩小孩，这白天来滑冰车呢，咔咔都掉里了，一个都没活。我们这不是要撤县改区了吗？然后县里领导说，为了维护这新区的形象，我们跟前这几个派出所就得轮流巡逻，说看见这凿洞打鱼的，见一个抓一个。你们抓着几个了？就这蓝河，光我们县长就100多里地，这要不这现场给抓着，这我上哪抓去？我抓谁呀？河底下你不熟，河面上你总熟吧？啊，咋的？带我去见见那些打鱼的呗。呀，强哥来了。有河鱼吗？那必须有啊，外面那些小鱼儿都是河鱼，像这个穿钉子、赶牙子、老头鱼，都在蓝河县里纯野生的，嘎嘎好吃，你就回去吃去吧。蓝河县你找不着第二家。哎，翔哥，你以前不是一直吃海鱼吗？想换换口味。也是，啥玩意儿老吃一样也都腻。一天挣多少钱？我这好的时候也能挣个1800块钱呢。一天10000块钱的活做吗？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们这电话一来啊，人我们就找着了，时间刚好，来认识人。啊，三炮，大鹅，老窝瓜，咋又是你们几个呢？老关，我不是赖悬呐，蓝河底下那石头子儿要能吃，他们都得捞去。各位领导，你们问啥我们都说。我们坦白从宽，坦白从宽，坦白从宽。借你们滞留试用一下，没问题，下面请。啥？你问我在蓝河捞没捞到啥东西？那必须有啊！那就前几天的事儿，那隔着冰面我都看得老清楚了，又粗又长的，那起码起码得有1米多，那没捞上来，还差点把我拖下去。啥东西？鲶鱼呗。听他吹牛逼呢。哪有那么大鲶鱼啊？我跟你说是啥吧，就前两天我是真看着，那在冰底下黢黑的，嗖一下就过去了。我那鱼竿瞪俩眼没抛住它，还给我拐走俩鱼钩。你问的不是鱼啊？我就是一个打鱼的，你说你们不问我鱼，问我点啥呀？问我造原子弹呐？那玩意儿我也不会呀。你这寒冬腊月的，那要是能找着活，你说谁干这玩意儿啊？再说了。这不也是能给政府减轻点负担吗？哎，算了，这事儿吧，告诉你们也不是不行。不过呢，咱哪说哪了，我在咱们蓝河里头打到过一个水猴子。这不明镜吗？那几个小青年就是跟咱们搁这演戏呢。你反下回别让我抓着他们，再让我抓住，哼，我非好好受他们不可。跟他们置啥气？没准他们几个就是不到呢。咱还是有收获啊！收啥货呀？我收获一肚子气。咱们查的这个方向指定是对的呀！你们瞅那几个打鱼那个样啊，明显就是有人安排，就是有人啊，他不想让咱们从河里找到东西。嗯，所以还得辛苦江师傅啊！哎，咱就是干这个的。
强哥，强哥，强哥，别人给你们带来的，有啥话你问他就行。哎呀，谢谢强哥，你看能为强哥办事真是三生万幸。够了，那你们聊去，我出去看看去。你们几个替强哥话啊。好嘞。先把钱分了。哎，谢谢强哥，谢强哥，谢谢强哥。今天请你们来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请你们帮我跟别人讲些故事，讲得好，讲完了还有。好的，强哥，好的。办得不错，剩下的钱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。他平时在哪台机器生活？你干啥呀？兄弟，去里边。领导，我这第一次，咋的？吃饭吃饭，你还想当惯犯呢？啊，人带走，带人所里去啊！把这家伙事都带上。好嘞，回头拉个警戒线啊！好，所长拉不动，你咋这么没用啊？来，哎，你干啥呢？看热闹啊？过来帮忙，在后面。老关啊，我在张家庄这块儿呢。你赶紧来一下，有情况。太俗气了，不合适啊！青毛发财，这名字有多好啊！当然有喜，我还是认为啊，你坤子，你弟名啊，这名啊还得吉利，对你不能太金气。那你说叫啥呀？来，这样各位来听我的，我觉得呀，咱们这个商场就叫金宝街，或者叫财满街，这名听着就吉利。啥呀，财呀宝的，俗不俗？就叫万象城吧，包罗万象。这多大钱？就这小破县城还包罗万象啊，没用。我告诉你，蓝河这帮人买颗大白菜都得讲价，高端玩意在这儿行不通。这叫虹桥吧？虹桥够广的。虹桥，我觉得可以。王总，您不再考虑考虑啊？我们和虹桥集团联合开发，他们的占比还更重，叫虹桥购物广场。有什么不妥吗？妥，不能再妥了。那命名的事情就尽快往上报，没有别的事先散会了。
冯刚有消息吗？已经找到了严红梅在海岸的踪迹，冯哥应该很快了。手机呢？有必要叫虹桥购物过程吗？现在外面不是传言虹桥的死跟我们有关系吗？做的样子会不会太刻意？没有那么多意外，我也不想那么刻意。现在手机在我们手里，有关系的人也都离开了南海，后面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。不必在乎这些。来蓝河这么多年，一步步走到现在了，没想到教我最多的还是严红桥，你说可不可笑？都过去了，先起五天不安，明天最后一天。那个是在那个位置吗？是在那儿吗？对，就是那边。我把这个文件多复印点。好，赵，联系交警大队，把所有路口都封了。好，这个给各个辖区派出所发过去。好，快点啊！喂，你好，是电视台吗？我们是蓝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，目前有条重要信息需要发布证据线索。怎么事儿啊？谁知道查啥呢？等着吧。那你调个头呗。这个双线调不了头。哎，能调了吗？啊，能调，能调。哎，停车！停车！查查，快！现已查明，杨四儿原名杨丽佳，目前能确认他出入过案发现场，并做了伪证。其子杨雪松于12月22日前后失踪，今天在蓝河乐业镇河段打捞出了一具尸体，确定为是杨雪松。具体的死亡时间及死因还需待进一步检验。爸，我去那边瞅瞅。雪松。你看他堆得怎么样？小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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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松，哎，小松，跑哪儿去了你？你以前都没有管过我，啊，现在想起来管我了，完了。小松，小松。今天下午，位于蓝河县锅炉厂小区8号楼4单元502室发生恶性凶杀案，死者为本地人王山，20岁，冯根的小弟，与废车厂案、杨雪松案都有一定关联。至于冯根，目前能证实他在严红桥的授意下获取了一把5.40手枪，并配了严红桥的抽屉钥匙，疑似在案发前偷取了手枪，并伪造了不在场证明。飞车场案后他匆匆外逃，但目前已经确认人藏匿在海牙路上。严红桥死后，整体核研开发的主导权已经转移到王牌电力，其法人正是王平。据他本人供述，他与杨丽佳、杨雪松父子认识，曾借钱给杨雪松看病，但还没有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他与1225案有实际的联系。但目前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作为突破口。我们之前在王山凶杀案现场与此人打过照面，但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他的身份。老袁，赵新果身上提取的烟灰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刑讯那边今天把报告才给我，说是里边的化合物和所有的香烟都一样，不具备任何的特殊性。除非找到烟头，烟头不好找不说，即便是找到了也被污染。那王山的尸检结果出来了吗？王山的致命伤与1225案赵兴国的致命伤几乎是一致的，但伤口的长度有些偏长，只能说我怀疑为同一个凶手所为，但没有100%的把握，最好是上报省厅再核实一下。省厅？咱现在哪有那个时间等啊？既不能证明这个女的在红桥集团出现过，又不能证明王山的死跟她有直接关系，那还咋确定她跟1225案有关联呀？她这个线头必须瞪，还要把线瞪出来。再说了，确定人的身份的法子有的是。今天下午，我们在火车站、客运站以及蓝河的所有出入口都设卡布防，他出不了蓝河的。各部门都动起来，赶紧把人带回来。这个女的可不是吃啥素菜的，都给我加点小心。是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明白了。现在那边什么情况？那个二狗是吧？我打听了，自习太久醒不过来了。知道了。
你的手机好像信号不太好，我找人给你换个新的。底下人都动起来，今晚必须找到二麻子。大平啊，你爱不爱吃这酸菜馅啊？我爱吃啊，我还一直说想学腌酸菜呢。那你怎么早说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大姨我腌的那酸菜呀，在咱蓝河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忙完这事儿就来向您学。还有啥可忙的？那学校那事儿整的不是挺板正的吗？哎呀，我呀就是退休早了。我教学那会儿啊，要是能赶上你给学校规划这条件，那得多幸福啊！齐先生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不得我问你吗？那股风把我们大县长给吹回来了。这不是老娘过生日吗？你还有老娘啊？人家大平都记得你老娘的生日呢，可比你有心啊。是是是是。老平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咋还敢来？你就不怕被别人看见？我们两家什么关系啊？我平时就老来看大姨，我现在不来，倒会别人怀疑。我不管红桥集团的事儿，你到底参与多少？还有几天，蓝河这地界儿绝对不能乱。我创立王牌以来，乱过吗？今日，警方发布了一则通缉令，通缉令全文如下：2005年12月25日凌晨，我省会宁市蓝河县发生一起恶性案件，因案件侦办需要，现将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公布如下：犯罪嫌疑人于28岁，身高约170厘米，体型偏瘦，现向社会公开通缉，请发现该犯罪嫌疑人的单位及个人，积极与公安部门联系。回来了。曾有人说不要忘记北方的路，什么过去再重现，为了什么忘记什么，等待什么，不肯化旧的人。这是哪里，我在哪里，你在叹息，像个孩子哭泣。我的心中为红莲瓣，只要
了。